一氧化碳的性质。一氧化碳是一种碳氧化合物，化学式为 CO。 一氧化碳的性质主要分为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。首先是物理性质，在通常状况下，一氧化碳是无色、无臭、无味，难溶于水的中性气体，熔点零下205.1摄氏度，沸点零下191.5摄氏度。标准状况下，气体密度为1.25克每升，和空气密度相差很小。其次是化学性质，有可燃性、还原性、毒性、极弱的氧化性。其中一氧化碳作为还原剂，高温或加热时能将许多金属氧化物还原成金属单质，因此常用于金属的冶炼。一氧化碳在血液中极易与血红蛋白结合，形成碳氧血红蛋白，使血红蛋白丧失携氧的能力和作用，造成组织窒息，严重时死亡。所以一定要避免吸入一氧化碳。